对呀，你俩不用睡了，我不回来了啊。师傅，您恢复的咋样了？我就问问怎么了，我就直截了当关心了，怎么了？不就出了点意外吗？人这辈子谁没点意外呀？想问就真诚的过来问来。那我师傅守了那么多犯人，还怕被问呀？是不是师傅？是。说真的，你老身体恢复的怎么样？没留下什么心理阴影吧？去你！您老，我有多老啊？瞧见没？瞧见没？乐了。没事儿，哎呀，队长跟班的主播那群里话都没说，都干净，都干净，都别吵，拿过来，干嘛呀？队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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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哎，这个保养的，我这碗都吃了，你老哥们儿，拜拜。其实啊，没多大的事儿，你就放心吧啊。那个，从今天起我就回来工作了，你们可别给我偷懒啊！东西我就吃不了了，真的啊？真的，哥！哎，别别，干嘛干嘛干嘛？送都送都，真正点行不行？干嘛呢？这都是。队长，队长，这不响应您的号召，帮我提高提高这承受能力呀？是我吗？哎哎，秦花，身体怎么样？没事儿。熊花没事儿，行了，该干嘛干嘛去啊！哎，小虎，怎么了？您说，把你师傅照顾好，坚决完成任务。八千，我这包在欧洲能卖29000呢，你这连零头都不给我。哎，你好好看看，真的，你看这包。特好，跟什么呀？当心的卖，一点都看不出来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这已经是给您最高的价钱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根本就不缺这几个钱，我就是不喜欢这几个样式了。要不我才不卖呢。您别生气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嘛。再说了，这个就是去。不是了，您呀，要是再放个一年半载的，它可卖不到8000了。行了，卖给吧，马先生，欢迎你，队长。我们现在做活动。你好，欢迎你，队长。来办卡，小伙伴，他免费打折，打折优惠。我这是自力更生。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一声不吭把房子就退了。我那还跑去给你交房租呢，那靠你们能叫坚强的母亲啊！我现在要重振河山，自己赚奶粉钱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从早上到现在，我已经办了7张会员卡了。这满大街追着人办卡呀！满大街哪行啊？午饭的时候还得去旁边那写字楼拉会员呢。你吃午饭了吗？吃了一个汉堡。你现在什么时候？你吃汉堡能行吗？走走走走，跟我去！我这忙着呢。吃完饭咱们再忙。好，等等我把这包拿着。上哪吃去啊？吃好的。你说你一个孕妇把自己弄成什么样了？至于吗？麒麟不是还给你建立孕产基金呢吗？得了啊，我不都给你打欠条了吗？我可不敢再要你们家钱了。我以前就是你们家的一个肚子，现在我是妈妈了，我得努力，不光要努力赚钱，还要用实际行动对我女儿进行胎教，告诉她，男人都不靠谱，只有自己靠得住。一会儿儿子一会儿女儿的，你真行。儿子更得拼命，没听说吗？女儿是招商银行，儿子是建设银行。
我是真没想到一个孩子能改变一个女人。以前都听人说母爱最伟大，现在我觉得孩子的爱更了不起。哎呀，你说当年我怎么就没把我妈给改造了？那说明你在肚子里头不够爱你妈。我跟你说，当母亲真的挺不容易的，怀胎十个月啊，多辛苦啊！对你妈好点吧。哎，对了，你妈不是喜欢喝咖啡吗？刚好，在我那给你妈办一张会员卡，孝敬她老人家，多好啊！嘿，你可真够行的，办卡都办到我这儿来了。帮帮忙啦，我女儿要吃饭啦。讨厌，别转着台湾腔啊！五千的金卡。大姐，5000块钱喝咖啡，那喝到什么时候去啊？你尽孝心就得有点尽孝心的样子嘛。你想，5000块钱买你妈一个心情愉悦、安度晚年、返老还童，多值啊！我知道，你身上肯定没带那么多现金，没关系，到我店里去刷卡，98折。哎，你不做销售可惜了吗？哎，行，办了。哎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，搬我那儿去住吧。我不去。去了还叫什么独立呀？独立又不是绝交，我是你最好的姐们儿，我能不管你吗？你要真管我的话，你就帮我多发点卡吧，我求你。行，我帮你发，我还让麒麟帮你发，好不好？搬我那儿去吧。他肯定不乐意。以前又不是没住过，他孕产基金都建了，他有什么不乐意的？那是以前，什么以前现在的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不搬过去，我不但不帮你发卡，这卡算了。这么多怎么发呀？咱俩一块发呀，一人一半。哎，你还之前说我孕产基金的事儿，你看看你现在。我有什么办法？姐妹遇难了，我能不帮吗？就喜欢你这点仗义，这事儿我管定。谢谢啊。那是怎么管呀？我早就想好了，你把这些卡呢发给你们那个医院的未婚女青年，我把我的这些卡呢发给我们警队的未婚男青年。哎，兴许呢他们这些年轻人在咖啡馆里头能碰出几段姻缘来呢。哎，要真成了，那咱俩是做了大好事儿了。媳妇，你还挺能想啊。那是，我是谁呀？哎。这边给你，我帮你多发4张。算一下。干嘛？加上这个8张啊。凑个整吧。呀，行了。我们单位没那么多女护士。咖啡吗？我这儿有一些这个咖啡店的打折卡，您愿意去尝一尝吗？我最愿意喝咖啡了。哎，咱医院旁边的咖啡厅我都喝遍了，正想换个地方，换换口味呢。太好了，那您去试试吧，我朋友的店挺不错的。你就都给我吧。不，您用不了这么些吧？哎，我帮你发嘛。美女护士，还有医生，我给你代劳了。太好了，您可让他们都去啊，尤其是单身的，没准有惊喜。放心吧，没问题。哎，小妞，等我，给你张卡。我一个妇科大夫。我哪知道怎么干这个呀！我跟人，再说了，
他们是我的下属，我跟人说这些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？这钱也不是摆咱口袋里的啊！行了，什么情况？你怎么那么笨呢？你们俩别吵了，就当赚一吆喝了。哎，你们想啊，麒麟这么一发，我店里生意肯定爆棚。你想啊，来的肯定都是年轻漂亮的女护士、女大夫什么的，那得有多少男顾客来啊？这也是变相帮我忙了。哎，你明天早上不上班吗？赶紧休息去。哎呦，慢点。哎呦，贾琼花，你不对啊！有什么不对的？当初是他怂恿你生孩子的，他就得管。琼花，我真的特别谢谢你。哎呦，行了，不谢啊。哎，我现在看你这样吧，挺羡慕的。你说这人生有了目标，真是件挺美好的事儿啊。哎呀，有孩子其实挺好的。我的，曾经还是我的呢，看都不能看了。让我摸摸。看你那样儿，跟孩儿的爹似的。真好。好吃你就多吃点。下次啊，你也不用专门来送了，等我回家看邦邦的时候，我再夹就是了。你看你的，我送我的，反正我有的是时间。啊，这个呀，是贵妃咖啡店的打折卡，你拿着。为什么？我跟你姐呢，最近在帮着贵妃发这些打折卡。你拿着吧，姐夫，你们没必要这么对他吧？还帮着他发卡，多爹面啊！他现在只有自己一个人了，得帮忙。帮也不是这么帮的吧？我跟你姐，是不是特别让你失望了？假怀孕这事儿，真的都怪我，让你姐弄假成真了。我说姐夫，你能不能别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啊？这就是他的问题，脑子进水了吧？哎，怎么说你姐呢？你怎么跟我妈说一样的话呀？干嘛都向着他呀？你把这事儿跟妈说了？我答应你保密的。乖。你是谁家的呀？哎呀，孕妇不能碰狗的。啊？为什么呀？这小狗小猫身上都有弓心虫，严重的话引起流产。啊！你这怎么回事？你干嘛摔我们家沙子呀？对不起，天大妈，不是，刚才他不知道孕妇不能抱狗，我刚才跟他一说，他一害怕就。莎莎没事吧？我们莎莎可爱干净了，本来是没事，就这一摔也让你们摔出事儿来了。真是的，对不起啊，对不住啊，天大妈，您慢走。看我把人小狗摔，赶紧洗手，快！哎，小金。哎，天大妈。就你们家那个孕妇是谁呀？是你家亲戚啊？啊，不是，朋友。哦，是朋友。哈，谁的朋友啊？琼花的朋友，也算是我的朋友。哎呦，共同的朋友啊。那肚子里的孩子也是你们共同的呀？不是，田大妈，您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你们年轻人真够乱的。人家以前也住这儿啊，你怎么不怕说闲话呢？以前她不是没怀孕吗？啊，人家没怀孕，给你洗衣服、做饭、伺候你，这会儿人家需要咱们帮助了，给人推出去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帮他，咱们可以选择别的方式。选择什么呀？啊，
我在队里发卡，你说影响不好，我让你帮我发，你又说影响不好，这会儿又说人住这儿怕说闲话。哎，你想怎么办？我倒是想听听。金启莲，当初可是你在手术室门口把人拦下，让人家生下这孩子的，你管啥不管埋呀？关心贵妃有错吗？我关心贵妃的孩子有错吗？那是贵妃的孩子，不是你的。可是她生下来得叫我干妈呀，她得叫你干爸，对不对？别，她跟我可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我告诉你，叫你干爸就跟你有关系。麒麟，你是不是还是想生一个自己的孩子呀？你跟我说那些话全是假话。你也太虚伪了吧！我想要个自己的孩子，怎么就虚伪了呢？我就是想要，我现在是要不了，所以我认了。你没认，你根本就没接受这个现实。你什么口口声声说有我一个人就够了，你根本就是在骗我，让我假怀孕说是骗你爸妈，其实你就是想找一个自己的心理安慰，是不是？懒得跟我说，你还懒得跟我过了呢？谁呀？您二位找谁呀？我们是狗肠药的房东，听说狗肠药的媳妇儿在你这儿住，想找他要回50000块钱房租。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找不到狗肠药，问来问去啊，只能找他媳妇儿了。啊。我们也没有狗朝阳的消息，他也不是狗朝阳的媳妇儿。哎，你等等，邻居都说他是那个，他俩又没结婚，他到底在不在啊？大爷，这冤有头债有主，您要房租找房客呀。我们现在找不到他，只能找你朋友啊。为什么呀？这合同是你跟狗朝阳要钱的，要钱你去找他要去，在这儿欺负一个孕妇，他已经够苦的了。那个。他生气不是针对您的啊，常要一声不吭的卷铺盖跑了。我们朋友呢，现在也真没钱给您。什么给钱呀？狗常要欠的债，关归辉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同志，你冷静一下，我们这也是没办法。你就叫你朋友出来。凭什么呀？是他欠的钱吗？我告诉你，别欺负他啊！哎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夫债妻还，找不到狗常要，那只能找您朋友还钱，对不对？这狗常要犯的错误，为什么让他担呀？哦，他卷铺盖走了，连婚都没结，他们还不是夫妻呢，这房租不就不算夫妻的共同债务？哎，你怎么老抬杠啊？我抬什么杠？你这找不到狗肠药，我们当然找你朋友去了。连门都没有！你干嘛呀？你这是？你跟人家喊什么？你像什么样子？我像什么样子？像泼妇是不是？你要嫌弃我，你休了我呀！你们要再敢来找贵妃的话，我就告你们骚扰了！别再闹了！让让，你让让！事儿了？啊，我忘带钥匙了。哎，你们俩干嘛这么大声吵架了？啊？哎，那个，你刚回来的时候，没有人找你麻烦吧？找我麻烦？为什么要找我麻烦呀？啊，那没事。哎。你们俩要是因为我闹成这样的话，我搬走真没事儿。搬什么搬？这是我家。哎，你小点声说话。我就说，买房子钱我出的多，他搬走你都不能搬走。干嘛呀？
你说什么买房子的事儿啊？本来就是事实嘛，有什么不能说的呀？事实是你比人大3岁，比人多赚3年的钱，这就是事实。两口子吵架，老把这事儿挂嘴边，多没劲呐！没挂嘴边，第一次说。你这种话说半次都不行，多戳人心窝子，你伤人呐！他还伤我呢。走就走呗，挺好。先分居再离婚，正常程序。你别胡说八道啊！我们啥时候回你？哎呀，再等等，不到火候。啥火候你？都回来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把个电话拿过来。这两口子不怕热战，就怕冷战。你这都一个星期过去了，你给麒麟道个歉去嘛。吃饭还堵住你的嘴啊？肯定是麒麟。哎喂，哎呦，是干爹呀。哦，啊，桂辉呀，你咋在那儿呢？啊，我住这边来了。哦，你们都挺好的吧？我们都挺好的。啊，挺好，挺好。那个谁，琼花呢？啊，琼花她呀，哦，她上班去了。哦，香火在不在啊？香火，香火最近也特别忙啊，都住单位去了，住好几天了。咋？他俩吵架了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他没吵架，都特别好啊，您放心吧。你什么时候再来呀？我们都想你了。哎呀，占地这事儿一时半会儿饿还回不去。哎，对了，桂辉，你跟琼花说一声，那个事儿，饿没跟他娘说，请他放宽心啊。哎哎，好，长途电话费贵，饿先挂了啊啊。不在家住了。呀，那小两口吵架了。反正香火是不在家住了。哎呀，不在家住那咋生娃呢？要不咱们去劝劝他们。再等等。你公公暂时没有回来的意思，让我转告你，那事儿没跟你婆婆说。哎呀，其实他爸那人还是不错的。我不这么看，我老觉得他表现不正常，小人之心。不是你看啊，他把继承血脉看得比什么都重，给他儿子起个名都能叫香火啊！你妈骂你一句，他都觉得这是咒他断子绝孙，能打上门去。现在突然这转变这么快，我觉得不符合人物逻辑，真的。你公公这人可不好对付。我觉得他肯定打什么鬼主意呢？他还是在老家当他的兽医去吧。兽医更狠，刀刀见血。金麒麟同志才刀刀见血，那也赶不上你出手狠。哎呀，行了，两口子吵架，你去给人道个歉，服个软，这有这不丢人呢也。咱能不说这事儿了吗？哎，你说麒麟一个人在外边。拉撒谁管呀？
点辣椒酱。什么朋友？这位朋友。我说你能不能别总把家里的东西往外拿？这是给你姐夫留着的。你放心，姐夫肯定吃得着。咋了？姐夫，不是我恭维你啊，我真的觉得你特别高尚，特别是对我姐，那永远都是不离不弃的。高尚啊？也许等到我跟你姐金婚的时候，能配上这两个字吧。金婚？那得50年了吧？那个时候我姐夫都什么样了呀？满头白发？不不不不。姐夫，你在我心目中永远都不会老。金大夫，哎呦，这辣椒酱怎么都拿走了？这是？这是娇娇啊，琼花的妹妹。哦，见过见过。又来蹭你姐夫饭的？我顺路。这小丫头，越长越漂亮了。来，我快两勺就行了。不不不，那儿还一罐新的呢，您都拿去吧。谢了。娇啊，这再往后不用天天来安慰我，我没那么烦。姐夫，你嫌我烦啊？我是怕耽误你搞创作。不会，姐夫，我一跟你聊天，那就灵感激发。哎，要不我给你写首歌？要不，你给我和你姐一起写首歌吧？可以，当然可以啊。要不要我把我们俩的恋爱的细节跟你说一说？好，但在这儿不行吧？姐夫，你们食堂的伙食太差了。挺好的，配上辣椒酱，吃什么都行。初啊，你不是最不喜欢做饭吗？妈，我现在发现做菜也是项技能，技多不压身嘛。是为了丁凯南？妈，罗小虎？妈，能不能不乱猜啊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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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明白，女孩大了都这样。哎，妈，那个姐姐原来也这样吗？你姐不这样。你姐夫他什么都会做呀。哦，哎，啊，你这架势是要是切菜还是要剁手啊？我来吧，我来来。哎呀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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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你该干嘛干嘛去。娇娇恋爱了，是？你怎么这个反应啊？哎呀，姑娘大了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我觉得哈，这个人不是丁凯南，也不是罗小虎，你说这个人他会是谁呢？闺女想告诉你的时候，你自然就会知道了。你现在就别操这心了。啊！你还真给我做饭了？哎呀，真不用。我是怕耽误了你自己的事儿，你就忙你自己的吧。行吧，
那就今天晚上，你给我送到医院宿舍来吧。没有，我们俩没事儿。我就是值班，啊。行。啊，行了，我这来病人了啊，不说了。啊，琼花啊。啊，不是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我做那个脐带穿刺。啊，那就做吧。为什么要做呀？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等你检查完不就知道了吗？哎，你怎么心不在焉的？哪有？那就是心不在焉的。你看你刚才接那电话，哟，这个温柔，这个暧昧，谁呀？我净瞎说。哎，我给你听听胎心吧。不用你给我听，实习医生就能听，还劳你大驾。哎呀，那您老人家都亲自怀孕了，我不得亲自给您听个胎心呐？我跟你说啊，琼花挺难受的，挺后悔的，小心脏蹦蹦蹦蹦的。我跟你说，这冷战是容易出问题的。呵，这小心脏，小马奔腾啊。哎，你没出什么幺蛾子吧？什么？行了，你情绪别有波动，你有波动我听哪个就听不准了。我波动不怕，你别有波动就行。喂，桂辉，你别怪我没跟你说啊，赶紧把麒麟弄回家去。怎么了？你老公有情况。什么情况？你要么把他弄回家去，你要么等着逮吧。行了，我就告诉你到这儿了啊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拜拜。哎，我跟你姐，差不多算是一见钟情吧。那个时候，我正在读研究生，晚上呢去外边打工，有一天回来的太晚了，我就想翻墙进学校。哪知道等我刚刚翻上墙头，就被一道闪光给照住了。是你姐吗？是你姐的同事，她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实习，在搬夜照。我那个时候摸遍全身啊，就只摸出一张饭票来，都紧张的呀，大冬天的我都冒汗了。我当时哆哆嗦嗦把那张饭票递出去，我说我身上只有这个能证明我的清白吗？当时你姐在边上一听啊，扑哧一下就笑出来了，就看见了，我就看见她的笑，她的笑就好像是一瓦里的一样的光，照亮了我生命中所有的事情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开始给他写信了。我告诉他，我说你就是一个穿着警服的天使，你一定不能拒绝我。如果你拒绝了我，就等于熄灭我的生命之门。秦夫，可真浪漫。是还挺浪漫的。等我姐就动心了吧。你姐动心了还能是你姐吗？后来过了几天，我估计信应该已经收到了，我就去找她，结果她根本就没想起来我是谁。她可真没劲。那再然后呢？再然后我就只能开始死缠烂打，
然后李姐就提出了一堆非分的、无理的、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要求来，哎，想吓退我。谁知道，我不光完成了他所要求的那些不可能完成的项目，我也答应他那些根本就不合理的要求，那到最后李姐没办法，他只能走了。哎，姐夫。我姐提的最过分的要求是不是不生孩子呀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不能来吗？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找姐夫聊聊他的生活，找点灵感。找他？娇娇啊。再给咱俩写一首歌，好啊，那就写我们俩吵架的，写某人没吵几句就离家出走闹分居，最好写个交响曲。谁分居了？不是你是谁呀？要不是贵妃说你这儿有情况，我才懒得来。贵妃又瞎说些什么呀？真是的。得亏在这儿的是娇娇，要不然有你好受的。最近不错啊，知道上京还找素材呢。以后有这种事情啊，你可以来找我。哎，特别是关于警察方面的素材，找我没错。啊。天哪，这是谁扮的沙拉呀？我做的，我找姐夫帮忙不得献点殷勤吗？以后找他根本不用献殷勤，直接命令就行了。这怎么吃啊？行了，出去吃吧，让你姐夫请客。您好，这是贾娇娇小姐订的蛋糕。哦，你给我就行了，谢谢您啊。不客气。哎，我们还想着订个蛋糕啊。今天我生日。哎呀，这今天是你的生日啊，这个我跟你姐，我们俩太不称职了啊。周岁二十二了，啊，对对对，二十二，可不嘛，大学都快毕业了。哎呦，你说姐这脑子，我跟你说，我最近哎呀事儿太多了，我是哎呀，对不住啊。哎，这样吧，今天呢咱也不出去吃了，姐呢为了补偿你，给你做顿大餐，但是你别嫌姐做的不好吃，啊，我现在就去啊。哎呀，这你看我这脑子，我去帮你姐啊。原来，谁都不记得我的生日。放心吧，我理解。哎呦，我这面！我回来了，不是跟朋友们出去玩去了吗？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累了，就回来了。啊，凯然呢？送花了。这个孩子真有心哈，那给你吧，我困了，先睡。娇娇，哎，娇娇，面，面。孩子累了，困了。那也得把长寿面吃了哇。看样子是心情不好，你自己吃吧。啊，
啊？哎，你明儿想着给买一束花给娇娇啊。她生日不都过完了吗？还买花？哎呦，人小孩好不容易过回生日吧，咱还给忘了，有点不太合适。好。